原标题：刘邓大军一次改变历史的行动，美国人称超想象力。1947年6月30日夜，刘邓大军从山东东阿至蒲县，强渡黄河，到达长江以南。一夜之间，蒋介石苦心经营的300里河防线全面崩溃。凌晨4时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还在睡梦中，就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。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向他报告，顾总司令刘伯承的主力部队昨晚过了黄河。刘汝明话没说完，顾祝同便破口大骂：“放屁！”顾祝同平时是不骂人的，这一骂倒是把自己骂醒了，对刘汝明继续喝道：“我看你是让刘伯承炸糊涂了。黄河现在正值大汛，他们是飞过去的。”可刘汝明的声音还是那么急促：“河北岸昨晚打了一夜炮，河防部队报告有上百只船载着刘伯承的主力过了黄河，现正在向纵深发展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”顾祝同忍不住继续对他大声呵斥：“就是有兵过河，也绝不是刘伯承的主力。告诉你，刘邓的主力正在豫北，我警告你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声东击西是刘伯承一贯的伎俩，万万不要上当。”顾祝同撂了话筒，被刘汝明这么一折腾，顾祝同睡意顿消，坐起来沉思一阵，说：“兵者，鬼大咬。”然后倒头再睡。可是到了清晨6时，电话再次响起，还是刘汝明：“顾总司令，是刘伯承的主力过河，千真万确。从东河到蒲县至少40个渡点，兵力不下20万。在顾祝同的情报中，刘邓的总兵力也不过10几万。他一听刘汝明说20万，火气立即又窜上来。随即他压着火气反问刘汝明：“既然20万大兵，40个渡点，你刘司令怎么在他们之前一点迹象都没察觉？”刘汝明部长期驻军在黄河南岸，官兵上下颇有河防经验。每逢雨淋天破、八仙难过的汛期，正是当官的回家或进城与家人团聚休息的时候。这次战报传来时，刘汝明也正在家中。除了大汛之外，他的情报也是刘邓的主力正在豫北作战，所以最初他本人也不信手下刘邓过河的报告。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，并竭力向顾祝同解释证明。他一番解释后撂下了电话，可是顾祝同仍然怀疑他报告的准确性。为什么？年初